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冰凌城下。今天呢，又是我和燕儿姐山庄休息的一天。那么早上起床以后啊，杂七杂八的小活干了一堆。那么刚刚啊，又把我的老岳父接上山，帮忙啊，把山上的几个小夜灯啊给接好。因为现在啊，随着这个夏季的时间越来越长啊，山庄晚上的照明啊，一定要加强。所以说兵哥呀，又弄了几个灯，让我的岳父啊帮忙接一下。这不，小活干的差不多，那么又是做几道小菜，让这帮老人呢美美的在山上小喝几盅。这都是找人现摘的黄瓜哈。对，找人现摘的黄瓜。这是整啥呀？拌凉菜。拌个小凉菜。这小杂活啊就是多，接几个灯，要不晚上啊不够亮。哎呀，撤你撤，这韭菜太老了哈，老姨哈。摘心儿吗？摘心儿啊。这心儿吗？心儿就不老了。这心儿干啥吃啊？老韭菜盒啊。老韭菜盒行。这小凉菜拌的肘子不吃了，中午啊。行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在外面吃饭是最合适的。小凉菜、西瓜，还有土豆炖茄子，啥都有。嘿嘿，看这有活干的，这小灯给我们接着。这是对付的，燕儿姐，这家整啥呢？手掰杆。手掰杆，哎呀，配钱儿。嗯，看看。哎，大壮啊，吃这些东西啊，你别看他狗大啊，我给家人们看一下哈、啊，他从来不使劲咬啊，哎，啊，来，再来这块，再来这块，哦，没有了。上山喂狗，哎呀，这家伙，这串儿，谢谢。一洗呀、啊、就干净了哈、啊，忙忙活活的日子啊过得是真快。午饭过后，我们稍作休息，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3:30钟。那么现在啊，我和燕儿姐上山呢、啊，去喂喂小黑一家。这是鸡食，林童。小黑，干啥呢？这都啥表情啊？呀呀呀！哎呀呀，咬谁呢？在那儿？嘿嘿，咬黄呢。哎，他们愿意吃这玩意儿啊，光吃狗粮他们不愿意吃啊。还行，有一半。又得进货了。够了吧，再来点。好，过一下。过一下，我得炒两分肉给奶汤。哎呀。挑出来了。挑出来，够奶汤吃。好，一开门。进哦，这好了，这儿呢。好嘞，哎，嘿嘿，你看看能不能混进来点？嘿嘿，妈妈，来，吉祥，来，
给我吃，来，我一起吃啊！不用护食啊！来，奶茶。哎呀，我看我这裤子，你看看。又给你踩埋汰了。哎，必须的，他不踩埋汰都不正常。让他妈吃，你看看吗？嗯。别的狗都不敢靠近儿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么多啊！好，那你来吧，奔这边进。哎呀！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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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我们走喽！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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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！我以后要跑腿。来，我打这个。上面的小菜地啊，种了两垄瓜，这块啊也种了几垄苞米，啊，是吗？哎呀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看见了，这不是的吗？别磨化了，这个还有。可不咋的，这还有哈。这边还有个小圆圆，哎，真不错呀，看家人们。哎呀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啊，这还有个这样式的。哎呀，真是结瓜了。来，这是哈的，这个太热了，哎呀。那么好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期视频呢，兵哥就做到这里。明天呢是端午节，首先祝家人们节日快乐。还有的就是啊，也不知道你们呢有没有准备这个小葫芦。那么今天晚上啊，我还是要早早的休息，因为明天一早啊，燕儿姐就要喊我上山去采艾蒿挂葫芦过端午。好了，家人们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更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